下玩游戏。啊，小朋友先来。在我们呢玩游戏之前，我们先请我们的原则妈咪跟你们加加油打打气，好不好？两只手举高，快拍手！欢迎原则妈咪。你自己说起来。好，来小朋友。哇，好有精神，今天有没有很开心？好，等一下哦，我们今天为什么来这里，知道吗？我们今天要来感谢我们的爸爸妈妈啊，对你们的照顾，好，所以说我们今天来这边办运动会，顺便要感谢爸爸还有妈妈平常对你们的照顾，知道吧？好，等一下我们要跟，因为平常爸爸妈妈上班很没有空陪你们玩，今天呢爸爸妈妈陪你们一起玩游戏，等一下哦。那个看谁最厉害，跟爸爸妈妈玩那个游戏最厉害，好，园长要送你们很好玩的玩具，还有很好吃的餐点，好不好？那等一下哦，爸爸妈妈也有特别礼物哦。那等一下，爸爸妈妈请你们踊跃的参与我们的活动。然后我在这里借此这个机会，要来感谢爸爸妈妈对新园的照顾。